十二个人吧。哇哇哇哇！谁的麦这么炸？不就是？原来炸麦不是。啊，是我炸麦吗？谁炸麦？刚才最后进来一个，有个叫桃子的，那个桃子是谁啊？他麦有点炸，我不知道是谁啊。谁呀？我不知道。有任务，你们先聊着。等会打完问问。那咱们问问他是谁好不好？如果好，我们去找他，去问问他是谁。走走走。Hello。这水后面干嘛呀？这里有歌。老子见着那个桃子，应该是个水友吧？我一刀就给他砍了。别让我看见那个桃子是谁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怎么老跟着我呀？我是狼，我早就把你刀了，这位。没有任务，徐姐。这位怎么了？对呀，也对呀。这个黑雾进不去的。哦，那走啊，那走啊。哎，哥哥是进去了，哥哥进去了。啊，哥哥石大哥进去了，哥哥哥大哥坏人，请怎么坏人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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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好新鲜啊！我不太会玩。桃子是谁呀？桃子是咱们认识的吗？哎，哎呀！我先发言啊。那个，我是带刀的好人。然后那个之前我们在我之前最开始的时候遇见了那个猪猪公主 KS 还有谁来的？然后刚开始的时候 ，KS 就说那个桃子好像是个那个水友，然后说那个什么就不小心进来的。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然后 KS 就跟我说不行，你看见那个桃子就给他说我要是狼的话，我看见那个桃子就给他砍了吧。那我是带刀好人，我一想那我砍了就砍了呗。然后我刚才碰见那个桃子了，我还问他，我说是怎么进来的，然后他说他新手不太会玩，那我想那我就给他先砍死，让他就是学习一下怎么玩这个游戏什么的。我是带刀的好人啊，我过了。哇、哦！你看，你直接给人家整退了，你看到没有？我没有说这话，但是我这解释还有人听吗？我靠，这怎么退了？我不知道，我没说过这话啊。然后我是好人，我在做任务呢。那怎么样？那歪哥感觉听起来不是什么好东西啊。但我不想投他，我点跳过过了。我也觉得歪哥可能身份不是那么好，因为好人的话能主动出刀那两个职业，一个有风险，一个很珍贵吧。但这轮放他一轮吧。这轮我出生在那个营地，然后做了一个任务过后碰见了牛肉。能不能把哥哥是大哥给他妈投了？换成后面在一起，这轮我会跳过吧，过了。啊？怎么就死了？锤锤直接发言。哦，这么快就到我了。我那个跟后来跟徐姐在一块儿，就也没有作案时间，我俩一直在做任务。然后想投那个谁来着？哥哥是大哥，不会桃子黑雾里边了，不会是我进不去啊，过了。哦，猜我是正义使者吗？啊，哦、既然事到如今呢，我也就不装了，我摊牌了，对吧？就是这个黑雾确实是我没有注意到的啊，但我呢不是狼，我没有刀，如果有刀的话，我就直接那个什么。外面去单走了，对吧？我一直跟大家在一起，是一个中立啊，就是桃子一个好人死了，对吧？老党估计是被猜到身份毙了，也好，我懂了，对吧？我希望大家老党是刺客，认为我是正义使者开的刀，但是他没想到我拿个警长，警长也敢胡逼砍人，所以他猜错我身份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过了，就是这轮先保我一下，好吧？你们去聊聊看。会不会 JY 是狼？好吧，别留我一轮，谢谢。老子明天就把这个哥哥是大哥给砍了！我 JY 是狼，那只能到了加拿大。然后老、哎、不行，我以后直播不能说脏话，我给改。万一他猜错了呢？万一他猜但是是带刀好人二选一选错了，那 JY 不能说脏话。对不起。那要不就把哥哥投了呗，反正也没目标。我觉得，因为他是从黑雾出来的，要么是狼，要么是中立，那投掉呗。啊，我这么想的。我跟蕾蕾公主确实全程在一起。然后
没完全交心吧，交了一部分，反正他没作案动机，好吧，我过了。头哥哥呗，我觉得那个老党应该是刺客狼把自己拆死了，可能那个桃子是个中立，完了之后 JY 是个警长，都对了。然后老党觉得，哎呀，这个桃子在他眼里是个白名，那 JY 可能是正义使者，啪一拆把自己拆死了，我是这么觉得的。那咱们把哥哥投了呗，反正鸽子不投白不投，投哥哥过来。磊磊公主发言，我觉得牛肉干说的对，过来。我觉得猪猪公主说的对，老党如果是个狼，他应该是不认识这个桃子，然后开枪开死的。如果他是个好人，就要看谁跟他在一块儿。我们为啥不投哥哥？就是投了呗。我刚看了半天，我们这把应该没有呆呆鸟，就给他投了呗。过了。大家说的都很对，那就投。这跟猪猪公主有什么关系？这把，这把不是老子血 C 吗？和机会是什么？我他妈全都算到了，好吧？没有了，那老党身为警长，我他妈直接砍了一刀，什么玩意儿？对对，这都在计划当中，跟什么猪猪公主有什么关系啊？天哪！就是好残忍啊！我是一个和平哥，你阳了吗？和平哥也得投。我跟你们说，这种人呢？喂，啊，很假呀！你们这两个什么意思呀？都在装傻呢。我跟你说，鸽子已经死了，知道吧？现在随便抱团，哦，玩不了。好，那你们能跳个身份不？我感觉刺客已经没了。我复仇者，花不带跳。我正，你正义使者，那 JY 是什么？ JY 警长啊！你走，开始来，咱俩一起死。我冒险家，我冒险家，别，我冒险家，我冒险家。什么东西？不是，他说了一句来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冒险家，你别刀我，我好人，一尸两命。我被骗了。JY，JY，牛肉干抄我身份，我是加拿大鹅，然后牛肉勾干跟雷人说他也是加拿大，这上面上。哎，牛肉干说他也是加拿大，怎么说？什么情况啊？他不会骗我骗玩的吧？我不知道，他也有可能是骗着玩。那怎么办？我爱个铁好人，我铁相信你。那怎么办？KB， 你去把我们是正义流还是 KB？ 你去把那个猪猪公主给砍了。那反正我的身份 KS 和他和牛肉干都是跳加拿大鹅了。你砍死一个，然后我们报警再出另外一个，好吧？谁？那我们算到谁跳加拿大？我不行，我砍了有可能我就没了。你砍了你还在，没了没了没关系，高风险高回报的。你去砍你去砍，我不行，我不能砍了。我已经什么意思啊？你们三个都跳带刀的吗？不是我，哎，但是那个谁也带刀，我好好走，你们带徐姐一起，你们徐姐也有刀的，你们杀完人，徐姐还能补刀的，徐姐复仇者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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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他跑了，他跑了，我觉得他们俩，这个猪猪这那俩公主必有必出一拦，对，直接一刀手起刀落，直接做成北京烤鸭。你们慢点，别贴太近啊，别刀到自己人啊，徐姐你别离他们太近了啊。你们谁要？这里还在啊。这里上面什么上面什么上面上上上上，哎，这怎么刀的是谁啊？牛肉干的。哎呀，我是警长。就是说，可能警长这个职业确实太强了。以后我玩警长，我就砍一刀吧。哎，这游戏开局我就把那个叫桃子的，我就觉得不对劲，就给砍了。这个牛肉干我也觉得不对劲，我也给砍了，反正砍了两个坏人了，我觉得也就这样了，剩下的交给你们了，我过了啊。那个 KB 身为带刀好人，他有刀，
我跟他说让他砍人，他也不敢砍，一点担当都没有。我过了，我举报啊！我举报歪哥吹牛逼啊！他说的，他自己说的是他要跟胡尔摩呆去找那个猪猪公主和雷雷公主的麻烦，说要砍一个头一个，是这么说的。然后牛肉干跟着俩公主来了，牛肉干莫名其妙被砍死了。我举报歪哥可能是错砍到一个那个什么啊！我举报，我举报啊！我好人过了。嗯，我觉得雷雷公主可能是好人啊，因为我她雷雷公主跟牛肉干交身份的时候，我听见的是牛肉干跟雷雷公主说她是加拿大，然后我后面进入大部队的时候，然后你们不是听谁说也跳了加拿大吗？然后现在那已知牛肉干是个坏人，那雷雷公主我觉得可能是她想帮牛肉干挡一刀的那个好人。然后我后面又听见你们人群中是不是有人说徐姐跳了复仇者呀？那我是复仇者，我肯定出徐姐啊。我肯定这票点在徐姐身上，听她怎么说吧。我过了，我是复仇者。听着，那我看徐姐怎么说，我过了。那出徐姐呗。是这样的，我是加拿大牛肉干，抄我身份，磊磊是观鸟者，我们俩去找牛肉干逼问，他说他是秃鹫，没有尸体吃，好饿。那个警长把秃鹫砍了，那徐姐穿牛爷爷的身份，现在中立秃鹫跟鸽子都走了，那穿身份的肯定是坏的，投徐姐吧，过。蕾蕾公主发言，我觉得猪猪公主说的对，我要跟牛爷爷说一下，我肯定是个好人，因为我跟牛肉干对了身份，他跟我说加拿大鹅，然后我正好又跟猪猪公主对了身份，他也说是加拿大鹅，我就觉得牛肉干是个坏东西，所以报警人的警长身份我的认下。我就觉得牛爷爷把我想的有点太厉害了，都是巧合啊，过了。那就出牛爷爷，因为我上来就已经交了身份了，刚才他自己先都聊爆了，他还没有穿我身份的时候他说牛肉干是个好人，直白给他砍了。那你不得觉得直白是不可能是警长吗？因为他跳的是警长，就出牛爷爷肯定结束了呀，这四个不都是坏的吗？那就把牛爷爷出来结束了呀。好，那就不说了，那就很简单，先把牛爷爷给推出去，我不管是对的错的，之后呢是吧，我再刀一个徐姐，然后就结束了，反正两个都不要活，就直接就过就赢，好不好？ OK， 过了啊。哎，真的烦，这不还得死？这咋进不去呀？为啥我进不去呀？姐姐肯定是坏的，我跟你们说。我是狼，我为啥进不去呀？姐姐你说吧。哎呦。哎呦，没砍过，好像是这个意思。咋就一个呢？没有，我弟弟还好，我疯狂。这怎么就一个？那个狼掉线了，桃子被砍，那个、被歪哥砍掉了，砍退了已经。徐杰，我这个警长好心呐。桃子是、哎、是神勇狼还是三狼啊？两狼，两狼，不知道，两狼是吧 ？OK。那个刘耀怂来不来？九点了，啊，等会儿刘耀怂吧，他来不来？他应该来吧。哎，问一下，那个飞物为啥猎鹰进不去呀、啊？只有狼和鸽子能进，好像。哦，只有鸽子和狼是吧？黑天狼和那个鸽子可以把那个左边那个射程按掉，这样就不会。谢谢你的告白。